悬浮间隙变化由四毫米减小至了两毫米，悬浮性能就提高了50%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技术跃升。比如说乘客在客室内手里拿着一瓶水，水在这个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的晃动。地铁的建设涉及动构和地面拆迁，成本可能会达到8到9个亿每公里。而中低速磁浮列车对轨道要求较低，可以使用轻量化的高架建设，这样的话成本可以降低到2亿左右。